看地球之音，赶紧艾特别人家的老公来做一道。首先我们需要做一件正事，先将牛身上的汁肉剁成末，只看我们放一点点色奶油，不用放，再来一坨盐，豆豆给它下锅烫，烫成豆油油的时候我们捞出来，给它放冷水当中过凉，也要慢慢点点锅，别放多了，对钱不好。肉末给它下锅以后，慢慢的煸炒出牛油，边干边香，来小丢丢料酒，加你心爱的可以放，把小米辣没有的可以不放，给它炒出辣香味，加你外婆菜的可以给它搞半包，翻炒出外婆菜的那种干香味，倒入豆豆，调味少许的盐，一丢丢生抽，给它翻炒八九上十下，记得要用敲耳挖着吃。你吃饭没有？